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曼谷的有钱人都住在什么样的别墅里呢？这个豪宅小区呢，位于曼谷 Ramita 区域，靠近水上乐园，整个社区呢非常的安静漂亮，环境很好，泳池、健身房、会所全都有。现在看的这套独栋双层别墅呢，建筑面积是510平，停车位可以停下四辆豪车，一共呢有四个房间加独立的保姆房。一进门呢就是一个浪漫优雅的旋转楼梯连通二楼的，左手边呢是一个会客厅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时尚轻奢的风格。客厅旁边还打造了一个开放式的吧台，右手边这里是一楼的一个房间，样板间这里呢是做了一个收藏室，后期如果同户型购买的话，可以做成一个一楼的老人房，也是很方便的。餐厅这里精美的吊灯，八人位的餐桌，时尚又大方。继续往前走呢，就是我们独立的封闭式厨房，以白色系为主，简约又大方。厨房侧门后面呢就是保姆间。二楼以上来呢，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家庭客厅，整体的一个落地窗户采光特别好。整个二楼呢是有三个卧室的，右手边第一间是做了一个蓝色系为主的男孩的儿童套房，每个房间的空间感呢都非常的舒适，面积很大。这里还做了一个独立的衣帽间，旁边就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，连卫生间的空间都是这么的大。这一间就是粉粉嫩嫩的女儿房了，也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的套房，温馨又甜美。最后这一间呢就是超级奢华的主人大卧室了，一整面的落地窗户让整个空间通透，一点都不压抑。这个主人房的衣帽间也是足够的大，每一处都是精致又奢华。样板间这个户型呢是510平的中户型，总共四个卧室，在售的同户型硬装交付的呢4000多万泰铢就可以拿下了，怎么样，你们喜欢吗？